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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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Ready?好，这是中加对抗赛的第四场比赛了，一场女子比赛，来自盛远搏击俱乐部的李明蕊对阵来自加拿大的泰勒。是，两位身高上的差距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啊，李明蕊的身高是1.60米，泰勒身高1.76米。是，李明蕊过去打过最高的就是1.74米，这一次破纪录了。其实李明蕊碰到这个个子比他高的运动员的几率比较多，因为他自己的身高并不高。对，那我们这个泰瑞啊，除了泰勒啊，除了这个身高高之外，学历也高。嗯，他目前是在医院的实验室里面工作。在实验室里面干什么？就是找白老鼠的软细胞研究生殖的技术，非常高端的。然后平常他都戴着这个大眼镜，我问他这个戴近视能不能打拳，他说可以，因为近的地方而已嘛，那就把眼镜拿掉就好了，不用戴隐形眼镜。对，我们在下面称重的时候见到他的时候都戴着一个大眼镜。是，那现在上场就是用这个裸视。就是、来看对手，泰勒长得也很漂亮，是非常漂亮，漂亮。然后她男朋友是非常壮的力量型的运动员，都是用这个奥林匹克级的力量训练来教她的，教她挺举啊、推举之类的。但是呢，这些力量训练呢，其实在泰勒身上没有产生太大的效果，因为李明蕊比他更有力气啊。对。李明蕊这一次的刚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他的目标就是完成他的10连胜。是。好，那话说我们的这个泰勒目前的战绩呢32胜。对，其中有一次 KO 及12次的 PKO。李明蕊要小心他的腿很高很快。刚才起了个高腿，注意一下。好，今天的这位泰勒用了比较多的内围技术来控制我们的李明蕊。这个高腿很松啊，这个小金看起来力气不大，但是腿呢是能够 KO 对手的。对，因为这个泰勒的职业赛首秀啊，就是用高扫踢 KO 对手。小金。李明蕊今天的一个爆发力也还没完全用出来啊，因为有一部分都被对手内围技术给限制了。我不知道李明蕊在比赛前有没有专门的去研究过他的这位对手啊。李明蕊有研究过，因为他特别找了高个的运动员来做陪练，所以有做过特别的针对训练。但是目前看起来都被内围的技术，有包括眼手啊，就卡住了嘛。对，这李明蕊就完全动弹不得。好，第一回合李明蕊还没有办法去碾压对手。对，要想找到就是一个好的办法，好像还没有那么的容易哈。因为对手实在是这个不光是身高很高，其实我觉得在技术上来讲还真的是和表面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相较于前三个加拿大的运动员，这个泰勒他的内围的技术就多了一点，对，所以造成这个李明蕊要出拳的时候会有麻烦，会卡住。所以看短暂的休息之后李明蕊会做一些哪些调整。是，好，河南卫视淘宝官方商城上线了，看武林风打开手机淘宝搜索56参与红蓝阵营竞猜，就有机会抽最高9999元的现金红包，帮你清空购物车，更多商城品质好货等你来选。好，第二回合开始。过去的李明蕊的进攻的武器比较仰赖拳法，那如果万一呢，他的拳被对手克制住之后呢，可能就比较麻烦。对，哇，第二局刚开局节奏加快了。是啊，但是呢，看起来这个泰勒还是压着李明蕊，这是很罕见的情况。刚从我们身后传过来一个声音哈，那个是泰勒的父亲，爸爸。对，这一次来陪同他来打比赛，我们现在镜头上可以看到。看上去这个女儿打比赛，爸爸更紧张一些。啊，这个女儿也非常有意思，她在加拿大，她担心到我们这边来没人帮扎辫子，
到了加拿大就把辫子扎好再飞过来。哇！所以我觉得哈尼是几天没洗头了，所以他有点起毛了。哇！其实下次可以告诉他，我们中国这边会编辫子的人很多。他就有点担心太多了。然后现在李明蕊、比较麻烦一点，嗯，打到内围打不进去，对，然后呢只能保持在外面，那所以看起来好像蓝方这个泰勒她男朋友帮她做的力量训练是有一点效果的，嗯，因为有时候这个像泰勒这种看起来瘦瘦的没有什么力气，可是近距离对抗之后力气到底大不大，就是李明蕊自己最清楚了。对，又逮到一拳，啊，又被压住了。哦，所以说李明蕊逮到这一拳还真是不容易。是，但是呢，这个泰勒立刻抱他。嗯。好、哦，一个不紧西撞。哦。哇，这一腿好重啊！哦，一踢下去啊，这个泰勒整个信心都上来了。对。所以这个是今天中加对抗的第四场，是的，李明蕊就陷入苦战、因为身高跟对手差太多了，我们而且对手是打60公斤的，这一次降5公斤来跟李明蕊打。我们目前的这个比分是中方领先啊，3-0。哦，反而把李明蕊给打乱了。对。那所以说，第一个戴眼镜是可以打拳的，第二个呢，高学历的也可以打拳的。对。像这种硕士啊，在医院工作的都可以来打拳。哇。那最近呢，这个泰勒也在搞众筹，因为他是打一码比赛的，旅费、医药费都要自付的，所以他众筹。哇，今天李明蕊真的是。啊，碰到一个难题，我觉得还真的不太去好去解决这个问题。好，看周家对抗赛，支持喜欢的选手领10万现金红包，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李明蕊有针对这个泰勒的腿法跟膝法要做防守反击，但是呢不是那么好打进去的，对方呢你一反击他就控制你了。对，可一蹬就飞走了。Jump down, signal.Final Four。好，第三回合。是，那希望李明蕊能够取得再明显一点的优势。对。好，在这个有听到后方他老爸说后手大摆拳，但是呢，太小声了，他女儿听不到，对，离得太远了。对。哦，开始大声了，因为他女儿没有听话。全程都在。录制这个比赛的视频，是啊，非常关心他的女儿。那所以他家人也是非常能够放心他来打比赛。现在李明蕊是非常忌惮对手的一个进攻。对。哇哇哇！裁判也是跑得很快啊。李明蕊在这个喊出了声音，好，在为自己鼓劲加油，是要找进攻的机会。哦，当然高小踢很重。哇，好，李明蕊连续的重击，但是呢，对方一边退一边躲。
发。双方都拼命在想办法。对，就是李明蕊有力量，但是对高对方有身高不足。一个吸法算对，其实像这样的比赛的情况下，每一拳每一腿的优势对于自己来讲都能够让他信心倍增，而且对手不怕的，就泰勒他不怕，这对手最难缠。是像上一场的竹子哥就会害怕，那这场泰勒没在怕的。而连西好，有一裁判给予了提示。好，第三回合剩下三十秒喽，进攻。好，这个泰勒他们的组合不多，可是他有给李明蕊很大的压力，还有内围的控制。你看，不断的去推李明蕊的头。好，十秒。对。刚刚交手那场比赛。哇，父亲很激动啊。对。